你来拿，过来过来，快点，布布来，妈妈要给你，在那上面。我不敢拿，它会咬我。它不会咬你，来拿，快点。怎么了？你再来啊！妈妈，我们之前在使用的时候，他就不喜欢了，他就会怕，因为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是自己会动来动去。然后，我觉得他小孩子自己的脑袋里面可能有他们自己创造出来恐惧的东西。那我自己拿一颗吃哦。哇，好香哦！我要吃。嗯，好香哦。自己拿。不要咬我！他不会咬你，你就来拿。勇敢！我们要训练勇敢。他不会咬我，你看我刚拿了，你看在这里，他都没有咬我啊！你来拿。妈妈再近一点，过来，他过去了，你过来，加油，加油，不不不，来抱抱了，快快，抱抱来，抱抱来，你看你踏出第一步啦，你很棒，快点来，快点来，抱抱，耶耶，呼呼，好棒！你看，就这样子啊，是不是？是不是？那我们要一人一半。嗯，这样就好啦，这样是不是就勇敢了，不怕了？我们不要害怕，好吗？因为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OK？ 妈妈昨天陪你们一整天呢。你去休息吧，今天我来带。去哪里休息？反正我今天没事。你是说我不在，你一个人怎么顾两个？我一个人为什么不能顾两个？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爸爸的啦。好啦，你觉得爸爸一个人可以照顾你们两个人吗？可以。今天主要是因为静雯她很久没有放假了。就是真的跟自己的闺蜜啊，然后可以去逛街、按摩、放松。所以我想尽量帮她多分担一些，让她可以有时间优雅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要管小孩跟家里的任何事情。那什么？我这样出门，其实我也会想他们呢。那你就不要去啊，反正看你今天想干嘛就干嘛。妈妈可以去逛街吗？妈妈可以去逛街吗？妈妈可以去按摩吗？耶！谢谢波波 ，Give me five！ 耶耶耶耶耶！那波波要做什么？做乖姐姐。什么？摇头是什么？不能一直吃糖糖。什么？口水都流出来？你有那么想吃到口水流出来吗？好，我马上去换衣服。你的，
你好假哦，你谢谢。因为觉得你的手机壳真的是太丑了，是修哥买给我的。真的假的？你完蛋了，你的同学已经来不及了。没有，我觉得你的手机壳丑了。修他说你买的手机壳很丑，所以他就赶快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壳送给我。没有，我觉得你手机壳太旧了。重点是他说修帮我买的手机壳很丑。我没有，我是觉得太旧了。好可爱哦，不过是真的很好看哎，很可爱耶，我喜欢。快换上吧。谢谢。修哥不是我家换的哦。真的很好看哎，我手机壳确实用了很久了。这张真的。对啊。好可爱。它是比较黏你还是黏我？有一次就是那时候第一次遇到修哥，就你们在一起之后，然后我们再搭一个很像是公益小孩子的那个活动的衣服，哦，在我们家。对，然后你的样子就因为你们可能刚开始交往嘛，哎，你就是很做作，靠右，你在那边说捡起来，说好看吗？好看吗？我想说。我说你这个女人真是有够做作，然后弄完之后，然后修哥也是很腼腆的，然后就弄完之后，很适合啊，很适合。但你现在就不一样，你现在就很做自己了，就穿那个，穿那个大妈的那个照片给人家镜头，敏感。我是弄抱小孩那个腰带吗？对，就是那个有起毛球的那个。然后在修哥面前走来走去，我就觉得哦，现在是真爱了啦。哎呦，然后每天偶像剧的好吗？如果男人在一起越来越爱是正常的吗？越来越爱？没有，我们都到目前为止都始终如一耶。所以一开始没有什么水温的变化，一开始当然有那个跟大家一样的热恋期，就你没有想到说原来我们两个人可以在忙忙碌碌就一起忙碌的一天之后，两个人彼此坐下来喝杯酒，然后聊天，那个感觉很奇妙，就是哦，我们聊的是我们的未来跟我们现在进行式，所以这样我们才可以走长久。不是只是因为责任然后想要去帮对方想，因为有小孩子真的就会不一样。有他在其实我蛮放心的。你下午跟申浩要比赛，你跟他谁厉害啊？申浩厉害，申浩厉害。那我们就在比赛之前要提前做一下准备呗，说不定下午你就最厉害了。哎，给你肌肉，有没有？没有。这啥衣服？你穿上就知道。肌肉。可是假肌肉啊。为什么妮妮在这儿？这个是你待会儿要套在手上。嘿。嘿。这是锻炼你的腹肌的。哇，这么快。从这边到那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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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停不下来呀你。那你再到厨房去爬一爬吧。厨房挺干净的。Policano, Machela Rosenbaum, Pochela Topati, Operato. 来，看看我们肌肉长了没有？哇！哦，我最厉害！我最厉害！啊！哦。我要来了。
来试嘎嘎。在赛场比赛，除了你要用实力赢人家，你还可以用眼神赢人家。眼神是啥？哼哼哼哼，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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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笑，你笑你就露怯了。嗨嗨，你你。有请第一组小朋友准备开始，有请红帮选手盛浩登场。蓝帮选手大林子登场。一触即发是经历。过来呀！我们的大林子对盛浩说出你的口号。我最棒，我绝对能打败你，打败你，我最棒，我最棒。好，那么今天到底谁能打败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准备开始。双方就坐休息。来，林子，有没有信心再赢？有。第二回合开始。你知道昨天我们你们爸爸去哪儿的群说六月份等你们放暑假的时候你一起去个地方玩，你想是去海边呢还是想去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想去月亮上。你想去月亮上啊？可以啊，你以后勤工俭学自己挣了钱自己去买上月球的机票火箭票。嗯，那妈妈陪我一起去。那你就买两张票咯。爸爸陪我去。三张票很贵的。那给小小蓝猪奶奶，奶奶的弟弟还有泡芙还有加鲁本还有阿拉蕾一起去。哇，大气。我有个主意，爸爸跟爸爸坐一锅，小孩跟小孩坐一锅，然后你来照顾我们所有小孩。因为你知道我喜欢小孩是吗？对。你知道吗，妈妈跟爸爸曾经商量过，说以后不工作不拍戏了，我们的梦想是开一个幼儿园。我原来跟杜江都很喜欢小孩，就觉得老了不拍戏了可以开一个幼儿园，哪怕就是那种家庭型的，就收三四个小朋友，然后陪陪他们，一天就会过得很快，也会很快乐。好了，来了，搞定。潘娜，欢迎你来我们家。
你觉得这有好多玩具，你喜欢什么随便玩，好不好？胖胖坐下，那要吃点什么吗？那是要看电视吗？难道看小汽车，然后吗？胖胖，要喝水吗？喝一口吗？就一口，就一口，就一口，就一口吗？哦，就一口，就一口。拜托了，潘达，我也一口口吧。潘达，喝口水吧。嗯哼呢？嗯哼，嗯哼，那干什么？打算离家出走。真的就要离家出走了？那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呀？今天你又没一直都没照顾我。啊？你知道我有其他小孩，管其他小孩不管你。我现在今天不是你妈，我现在是一个院长。反正不想跟你说话。不想跟我说话？那你要离家出走去哪儿呢？香港，或者马尔代夫。天哪！我跟你讲，嗯哼，你妈妈也是有梦想的人。你妈妈想老了以后可以开一个幼儿园。但今天我决定不要这个梦想了，你都把我的梦想破灭了，来回来吧，别在垃圾堆里站着了。你看撞着了吧，不哭，过来。你离家出走结束了啊，对不起，算了，我别南湖不开提南湖了。好，离家出走结束了。两个小胖的夜场，然后呢我们在这边转一下适应一下，然后我们大概五分钟之后再开始。
高一点的，我们也试一下高一点。出发会的啊，出发会的啊，我在后面等你啊，听我口令啊。出发。还有刘宇，下面那个小张，你前面那个坐的。是自由泳还是仰泳啊？结合了。仰泳。这谁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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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呀，能吃这么好，你这什么情况？好了，爸爸和弟弟又走了。嗯，弟弟终于走了。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耶、yeah ！你这么高兴啊？我知道，其实你是很爱弟弟的。没有。你每次都是说反话的，我已经了解你了。真的很棒，你今天一天表现都很好。Andy 啊，来，今天晚上要给你惊喜啊！不惊喜，先不告诉你。告诉
诉我，告诉我。你知道什么叫惊喜吗？你告诉我，你要学会。告诉我，告诉我。你要学会等。只有等待的。吃蛋糕吗？晚上十点钟才告诉。是玩具还是什么吃的？是玩具还是吃的？你现在会等待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那种心理，这种迫切，我觉得一点都没意思。到底在拿什么东西？十点钟，你现在还有一个小时，快到了。是玩具还是什么吃的？下面还是上面？现在就告诉我，上面还是下面？你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天哪，我还能好好吃一顿饭吗？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很惊奇的呢？你会觉得很开心？没有，没有啊。除了奥特曼，奥特曼十点半就会显灵，噔噔噔噔噔。